主料，面粉40克，胡萝卜20克，辅料，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胡萝卜切成细丝，面粉加入适量的水，调成糊糊的油，将胡萝卜丝放入面粉糊糊中，搅拌均匀，淀粉撑预热，抹上一层油，将调好的糊糊铺上去，用筷子慢慢均匀拨成圆饼状，盖上盖子烤制，烤至一面起焦黄后翻面，两面烤焦黄后即可，造型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胡萝卜烤熟后很甜哦，所以无需加任何的调味料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